好、啊、来了啊！今天的第一场比赛，茂神对波兰仔，大家为茂神加油呀！我靠！对我们今天第一场就找到茂茂的比赛了，运气有点好，他不要你妈第一场就死在那个里面了。这比如说大招难我说，不，这个人这个逼还有点实力，其实有点实力的呀。茂神还真不好，真不一定能干得了他。对。今天茂神就是中国独苗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中国独苗。妈的，你还各种给，哎，这你妈的小伙子，这哥们儿你妈各种给波兰仔加油，我操！因为他们这个人族是波兰的，没错。不啊，还没开始啊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刚开始，刚开始。茂神要过两轮的这个选拔赛才能够最后晋级到那个正赛啊，对，可以说是非常难，这个真的非常难。我也不是奶茂神，对茂神。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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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茂神赢了这个还要打一个荷兰的人组，那个荷兰的人组打的比这个波兰仔还好。啊，茂神还是挺求稳的。嗯。我说第一场比赛打完就大概就知道什么实力了，茂神如果打得过这个人基本上就能出现的，没错。嗯，我说这波兰仔打得还可以，上次我们不是看过吗，他是不是就是跟探姆一个组的那个哥们？哦不对，他不是，他跟法虫一个组的哥们，他放那个什么鸡巴弹出来，那个一弓导弹车，那个是他吗？啊、对对对，好像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不对，他是跟 Time 一个组的吧？他 TV， 他打了个 TV 借跟那个 Sniper。哎，你不要管他跟哪个人一个组的，我们现最妈的，就看今天茂神能不能小组出线，把悬念留到明天，好不好？其他都不说了。不，没有机会留到明天。为什么？今天会打到那个淘汰赛。妈的，等到明天进十六强不行呐、啊？今天三个小组，要打三轮小组。你觉得他留得到吗？你这话就说出，他第一轮过了对吧？第二轮过了，那是不是已经32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第三轮不是那个只打三个小组吗？那万一他在分在后面的小组呢？哎呀，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机会。他如果能够进明天的比赛，他基本上就创造今年中国选手最好的成绩了。是的呀。你真的太看不起茂神了。我不是看不起他，他绝逼进不了明天的比赛。今天晚上我就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打三轮小组，现在是海选第一轮、嗯、然后打完之后要合起来再打一轮，打完之后再打跟所有正赛的选手再打一轮，然后再出现之后就十六强。你跟我说茂神能进明天十六强，你信吗？这有点难。茂神能过两轮小组，能跟正赛的选手合在一起打一次就完成任务了。不，过一轮小组完成任务，如果能够进32强、啊、那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。对啊，这次晚上下站中国选手就茂神一个人了，没有其他人。对、这死神有点骚啊。我跟你说，这波兰仔打得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，你们可能对他不熟悉，因为上一次我看他跟那个 Sniper 打的还有来有回的。家里面两船兵，两船兵走的好像还挺流畅的。废话，这么两船兵都走不流畅，那他打毛啊？茂神是 VS 开局 ，VS 先知三兵营看三矿。这样还能打，对，而且茂神这一组还有一个荷兰人组，那个荷兰人组打得还可以的。为什么到你口中只要四个人过来都是打得还可以？因为茂神在里面分到的是第三顺位，小组的第三顺位就跟路人没有区别，你知道吗？
前两位就是你小组的前两位是种子选手，小组的第三位就是路人，你随便谁报名都分到这个地方的。这样的？是的呀，你妈冒什么？哎，冒神又没有 WCS 积分，又没有什么成绩，妈的，你过去不是路人是什么吗？错错错错错错，你想想是不是？你说的好像也是。你觉得你有实力，但他曾经也是血战台湾的选手啊。妈的，被菲律宾同王打死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他过去到欧洲，绝逼就是别人就把他当路人处理的。他去打这个比赛，妈的很你妈惨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还要自己买 Dream Hacker 的门票进去。你报了名没有？就你报了名没有用，你报了名你还是个路人，别人不会给你工作牌的，你只能自己买门票进去，然后进去说我是 Cloudy 冒神，我报了名，我要打这个比赛，然后别人把你分到海选区，你去打，就是你妈，你随便买一张Dream Hacker门票进去，都跟他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你妈，很惨的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次真的扎心呐、啊，这个没实力，呼吸都是错，我跟你说了的。没，那也怪他自己 GPI 一场都没赢。好，看到了，不错，两传兵看到，先把他逼下来啊，这个地方什么你还不下来，肯定要下。好，我觉得逼下来一次是比较好的，不逼下来自己就能多刷人兵，对，缓一下这个时间，你打吗岩石，你慢慢打。其实我现在就看到现在，我感觉这个波兰仔也挺一般的呀。嗯，我觉得我的成熟都能跟他打，挺一般的。我现在感觉啊，现在看还不知道什么实力，这打两框一波的狗啊！波兰仔是打两框一波的。哎，这三就看这两船兵冒神要付出什么代价挡得住吃完。不，这个人族真的不咋地啊，我感觉。哎，还可以、啊，怎么看来？还可以，我跟你说，妈的，我提醒一下，那个叫干的，你妈的，你要带节奏，不要到我们频道来带，好不好？他带什么节奏啊？他带别人月月风的节奏。妈，这有什么好带的吗？都不是一个圈子的，大家都不是一个圈子，你带别人节奏干嘛嘛？而且别人私生活你带什么嘛？神经病一样的，我操！你妈，你再带老子就把你封了，我靠，封 IP。好，我们继续回比赛来看啊。嗯，好了，凤凰使徒已经成型了。其实这样的凤凰使徒成型的情况下，你这个两矿一波威力并不大。这盘我就冒声，哎呦，这我。不，我觉得、啊、这盘冒神应该能够过胜。对，因为对手两框一波，其实没有打出什么威力。现在冒神已经开始，等于已经开始在爆兵了。好你妈贱呐、啊！这个有点贱呐、啊，这个人。真的有点贱。冒神又上当，刚才就上当了。好贱，这个打法。什么？这先知也死了？冒不会吧？啊、不，他那个 VR 好了。嗯。哎，这个一波未必挡得住啊，战斗人口多很多。不要慌。他是 Ghost 的一波呀、啊，我先跟你说，冒神看到了，看到还好。哎，我觉得看到 Ghost， 看到 Ghost 就还好。我觉得茂茂可能要被一波打死了。门口水晶先点呐、啊，他够了没能量了。刚才，妈还有两个 Ghost 好吗？哦，还有两个。这不好说啊，还行，冒神的那个还有点多。讲真啊，他的使徒还是有点多的。看待会儿，看烟皮打怎么样嘛？我觉得可以先飘，家里面已经开花了。哎、这可以。哎呀，反正这个人就一波了。说真的，立场先隔吧，先隔。哎呦，哎回来呀！这个烟皮打中很痛的。炮台先开了。好，先把解放者解决掉。先把解放者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巨像不朽出来了，可以。他有地堡，他四个地堡，没事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还不好说这波。反正都是拼一枪的，拖越久这个人柱越伤，这人柱顶不住，肯定要冲的。现在冲不了啊，四个地堡，这四个地堡很关键。
关键他也没办法投，因为上面是有这个凤凰的，他没办法投。他现在只能铁头一波了呀。解放者有什么用？这个位置有凤凰的。这个位置我看解放者不是很好位置。对啊，有凤凰的。强一点。哎，点点点点点点点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没问题。再刷一轮，好了。等后面那个。只要不乱冲。只要不乱冲，这盘就赢了。你只要一直刷，对方接兵肯定。哦哟，自爆球来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你不要说没事了，万一他炸错了呢？欧洲的人都躲自爆球，你都懂的。也是。欧洲人都躲自爆球，太了解了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挡住就赢了。对，因为对手的农民已经损伤很大了，28个农民了就。茂茂第一盘打的还是有点稳吧。嗯，这盘打完之后我觉得就基本上这人组有机会赢茂神，但是机会不大，真机会不大。嗯，他打法还是挺有特点的这个人。茂神这盘把只能说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了吧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嗯，也发挥的不是特别好，就还是有点紧张。肯定嘛，第一次打这种线下比赛，而且在海外打，坐你妈20几个小时飞机过去，没有10几个小时。但他有一点好，他是跟他们宿舍的一帮人一起去的。那但是问题，他们宿舍的人不会跟他一样，什么先去个法国，然后再买票去那个。没，他是直接飞，他就回来的时候要先去法国。哦。他们一起去的西班牙，所以我跟你说，其实感觉还好。那就是回来的时候才会想到回家路好远。是的呀，他回来嘛，一个人回去啊，就很孤独。好了，已经赢了呀，这个 A 一波就好了。哎呦 ，A 上去就好了。茂神这个打的有点，哎，其实刷使徒就可以了，但这波不能刷，不能上。他看了等那个自爆球 CD 稳一点就退回去整巨像，你现在就压制他就好了。哎，要有自信，你妈的多70人口不敢上，就没自信。家里面已经又开花了，要有自信往前 A， 对不对？好了好了好，可以可以，这种都不敢 A， 你妈还打毛啊？开花。哦，哎呦，好，1-0，可以啊，1-0。妈的，瞬间我感觉这个波兰仔好像都没气势的啊，解说那么低声。这茂神好歹也是职业选手，对不对？这种随便来一个这种嘛波兰选手，就把茂神打死，那还打毛啊？这是其他一场的比赛那个预选赛啊，这场 ZEP 估计也是两个波兰人在打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一个挪威人，那个 solo 是挪威人，然后那个另外那个应该是波兰仔吧，也怎么卡住了他？等一会儿他会切到茂神这边的。嗯，大家不要急啊，这个反正我们就在这儿等好了，因为这好像只有这个人在播茂神的比赛嘛。对，我开个代理，我开个代理。开个代理，大家等一下，他要放个广告。那这个是个什么游戏吗？这个网络感觉是个手游。啊，这个游戏我告诉你，老子他妈的，只要开了代理，永远都在你妈放这个游戏，每次刷一下都会放这个游戏的广告，就声音是不是好像很有激情，是不是啊？也没什么激情嘛，就是一个手游啊，小孩子玩的感觉。对啊。免费游戏啊，是一个。哎呀，
快点了，别放这个人了呀！谁呀他妈要看这个人打呀？快一点，签帽没开始，你慌什么？我就说这个人呀，快去签帽帽了呀！今天帽帽如果能够出现的话，他会很开心的，他会觉得你妈的这么长时间的飞机没有白坐。对，真的这个。啊，最伤就是最伤的就是坐过去，你妈一轮，两个零比二走了，这个是最伤的。这种真的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会对比赛产生恐惧的，好吧？以外怎么出去打比赛？你告诉我。也是啊。啊、不要、啊、估计这波看完吧，这波看完估计他就那个了。对，滚平的呀，感觉。哎，刷一波兵说不定守得住。不朽爸爸好吗？妈，不朽真爸爸，我操，真爹是。哎，这几个不朽操作的还挺好的。哎，这神作打的还可以啊。嗯。这种欧洲你妈不认识的感觉都打得还可以。战役等到下周三，下周三来打战役啊！下周三的哥来打战役。好了，这波怎么可能打过去嘛？鸡鸡了，这个虫族！老子妈不关心这个虫族死活呀！妈的，快点冒声呀！他肯定要看完，我跟你说。妈，这局势我告诉你，说不定还能打个十分钟呢。也是。马中欧洲的神族都很缠绵的打的，这是妈只刷插球 A 上去不就赢的吗？嗯，闪电板就存着。但是你作为一个解说，你可以这么说。但是那不作为选手的话，他肯定不会那么拼，肯定要稳一点。他去了呀。哦，今天推错流了，我推成 720P 了，过一会儿我换成 1080、啊、等我一下，这场比赛结束嘛。嗯，现在我换不了，我要等这个比赛结束才能换。你妈的，说不定被包了、啊、这个神族。后半夜接班人来顶班的时候、啊、他网络搞不搞定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你就不管了啦？不就又不在我们频道播，我怎么管？哦，也是。他应该不会卡吧？他平时也看这种直播的呀。哎，这神族你妈被全包了，但是他打了个双线把别人基地搞了。可以啊。哎呀，可以，还是赢的，虽然送了一波主力。哎，他搞毛啊！不要看这场了呀，我们要看茂森的比赛、啊。我告诉你，他紧张的一逼，现在这个波兰仔，你想想，说不定这个就是他们波兰的茂森。你妈的大优，然后过去被别人包了一个主力，对不对嘛？你要这么说，妈的好像还有点可能。是这样的呀，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频道在播吗？应该没有。他们那么激动干搞毛啊？啊，茂盛打成这样，你也很激动的呀，一样的呀。也是，你要这么说，的确是。
好了，估计要切回来了。这虫子冲不下来就可以退了呀。妈，这种提速差加白球冲上去太他妈……好了呀，机器了。好好好，切回来，切回来，快快快切了呀，大哥。妈，那边估计已经打了大概七八分钟了啊，五分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好，来了来了。刚开始不久了，不急。不急不急，不要慌啊，不要慌。我们看看现在形势，哎，怎么冒成劣势啊？没，兵力劣势，但是农民。妈的，这个虫子，这个叫干嘛？这个，他你妈放大招跳大河了，我感觉。你不觉得他跳大河了吗？不，你三矿你跳毛大河？他是三矿跳大河呀，他放大招了。茂森有两个仙子在前面的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嘛？感谢这 SC 菜鸡有朝一日干什么的飞机啊！感谢感谢。茂森有那个的，有仙子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了？不打这种运营，茂森不怕的，我告诉你。茂森怕上来就快节奏拼操作，对吧？对，茂森怕这种打运营，我觉得他绝对不怕的。他可是茂森，基本功著称的选手，对不对？每天学什么把本子的，这种如果说基本功都打不过，那他还打毛啊？也是啊。感谢 COLD 32167的一个飞机。他可是茂森，你要知道，我再说一遍。对不对嘛？他好像看到了，他家里面应该照到两飞机场了吧？强行切进去 ，OB 上去看一眼呀，这看完了已经，知道出大河了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真的不要慌。就看茂神是打一波还是哦，他直接跳风暴了，很针对啊，那没问题了。你让茂神打这种什么快节奏的这种，就是这种应变，可能茂神可能反应上有点来不及，但这种的话他是不怕的，冰中组合他不怕的。他应该已经看到了，嗯，家里面直接跳风暴，他只要跳风暴，这盘我就可以宣布茂盛已经赢了，对，对不对嘛？现在大河比较阴霸的地方，就大河现在没有能量了，他怎么又切过来了？哎，你妈个蛋的呀！切回来，你他妈能 OB 了不起呢？干死你！我靠！不是，你们不要说什么我闭嘴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这现在这个局面，茂森的确是有先手，知道吗？对，的确有先手。这个他妈船在变了。这个局面，茂森要输还是挺难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茂森劣势，你们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懂比赛了，除非我们看得懂比赛，才告诉你们茂森这盘很有机会。波兰仔就放大招的，天天放大招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千万千万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想茂森赢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，说不定我们比你们更强烈。说的没错，对不对？想来这想来偷基地啊，这两个。嗯，看到了。感谢这个浦东台球连干10把F91的飞机，感谢啊！你还能嚣张，妈的嚣张半个月。好，有风暴这个问题不大，他只能折月走了。我估计他看到风暴的时候，菊花都凉了。感谢名土追魂黄旭东的一个飞机啊，非常感谢。波兰仔，你妈你看得懂比赛吗？他开心的一逼，他觉得你妈他觉得要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了。好，冷静下来，刷一排叉，可以，叉不死你。好，你回来，就算这波叉送了，哎，他为什么农民跑都不跑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放弃了吗？哎，他看到风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这场比赛他命不久矣了，好吧？也是，二矿也糟了，他有点乱，被茂森一个多线打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我们是因为看懂局势，所以才告诉你们，茂森现在基本上赢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嗯，我们不会乱说的呀。
优势非常大，感谢逼晕的一个飞机。茂茂可是拿着我们全村人的钱出去的呀，代表着我们全村人的希望。乌普呢？啊，不是乌普，是那个最早那个哪个？最早第一次天下第一武道会出去那个，他是啊，那个是他是乌普，他妈的我们就无所谓了，他肯定是有冠军相的好吗？妈的，那也太弱了吧那个。他他妈不就是那个吗？就那个什么天空十字拳那个。对对对，天空十字。对，我出去找水那个。带着我们全村人的希望出去的好吗？你说没错，天空十字拳，关键是孙悟空还中了天空十字拳，关键没挂，没死对吧？那个啊，南无，对，那个叫南无，茂茂就是南无，打亮，茂茂这回城什么意思啊？不要慌，他闪电没好，啊、他等闪电好，等闪电，行，哎，大家被追击啊，这样子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麦风暴麦风暴麦风暴、啊、他看到闪电不敢来。废话，这个就意识不好。如果有闪电，他妈他还会回城。我靠，跟你干了好吗？那个叫南无，对，买水的那个，你说的没错，就是他。茂茂这个位置是不是差不多就是南无的位置吗？不，那茂生太菜了。南无那时候还可以好吗？还进了正赛的别人。那这个人族谁嘛？那个这个人族难道是那个什么？就那个女狼人呐、啊？不，就是那个女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提炼什么意思啊？按错了，他想放大和炮，当然是被包了个圆。闪电呢？这没事，妈妈船，回城了，回城，这你妈这打了一个，这种被包了个圆，你敢信？等闪电，他这个闪烁，其实我估计他是按错了，他想按那个 Y 键放那个。放大和炮，然后按成 T 了。有时候我也会经常这样的，按错了，绝壁是按错了，怎么可能闪到你脸上来嘛？妈有什么意义吗？要闪脸上？哎呀，不要慌，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这样，刚才冒着送了一波闪电，现在还是优势很大。他主要是六矿，主要是科技优势。对，感谢这个 SC 菜鸟有朝一日干的一个飞机。你后面把干死黄旭东，对不对？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解放者驾门，没事。茂生现在经济很好，加点农民无所谓的，只是不要被打乱节奏就行了。不要被刚才那种好包一个圆，能进去，对不对？家里面应该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。耶，刚才凤凰不来了吗？两个人对捅一波农民，最后一波了。哎，他只要闪电不要失误就没事。对，这波这个波兰仔有那个的，有 ghost 的。他扫一个，你知道他扫什么吗？他扫一个先知。哎，对，把视野先开了。啊、他有 ghost 的吗？哦，有。有先知，有先知。照，漂亮。等巨像了呀，慌个毛，200人口在打。这时候只能等巨像了。风暴稍微多了一点，但是也没关系，有这个风暴至少对方点你巨像也没那么好点。这个部队闪电千万不能那个被 EMP 了。你妈已经中了个 EMP 了，正面闪电不被 EMP 就可以了。正面三个闪电中了，他混在里面，四个闪电中了 EMP， 但上面藏了一波，藏了闪电 ，EMP 打中了，但上面两把电，哎呀，漂亮漂亮，上面这几把闪电闪得很漂亮，上面两把电电的有点舒服，后面还有两把保底电，不急，我去开下门，你先说着，啊。这种局势对于茂生来说，只要绕就可以了，但是一定要有保底闪电。万一你正面这波没有拼过的话，你需要保底闪电来保个底。这波要上，直接跳上去秒坦克，闪电可以有这波叉刷出来，可以有一波叉子冲一波，
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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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闪电包夹，赢了，赢了，哎，闪电，闪电电啊，电啊，电啊，电！哎呀，不动要赢了。我跟你们说了，茂盛优势，你们又不信，我靠！好，那现在波兰仔，你管你切谁的都。